那你要加油。不见得，只是很少讲出来。你们要懂得开发人家。我之前有一个男生朋友，他就是很喜欢开发别人，他就是要把那种就看起来乖乖巧的女生开发成一个淫荡妹子。然后他就跟我分享他这个开发的过程，哈哈哈哈哈哈，超好笑。跟我讲，因为你知道他没人可以讲，然后呢，因为我就是不知道什么男生都就会很震惊的跟我聊这个，可能我就是像一个男生，所以他有开发我，当然没有啊。